十三，人体，猪。从人的头开始讲，终于讲到猪了。像讲手那样，先说猪的生理结构，然后讲猪的功能。十三点一，指。指以前讲过几次。三节课程21课中有这个图，这是人的脚印，有5个脚趾。经文中还有简化成三个脚趾的，三表示多。甲骨文把图像线条化了，西周经文中有更简单的写法，这已经脱离了图画，变为文字符号了。楚简有沿袭经文而来的草写，这是后来草写的源头。睡虎地秦简中出现了很方正的写法，这是秦隶。我跟各位讲过，草书中撇捺可以一点替代，如第七课讲到原字，最后的撇捺就是红色标示的这两笔，草画时可以一点替代。又如长字、梁字等等，均可如此处理。刚才说到，楚简上指的草写是早期草画之例，全用圆转的弧线，来自经文，没有方正的脚位。变圆为方是隶书的特点，一条弧线可能变为两笔。后来草书如智勇《征草千字文》中的止字，显然是脱胎于楚简。下面用弯损字，上面撇捺减省为一点，称为经草典范。槐树小草千字文中只用两点，经草中没有必要，行书和章草才用两点。只字从隶书线条变成方正字后，到八分有了波势，演变到行书、征书，有两种表现形式，或是竖横竖横，后面两笔平放，或是竖横撇捺，后面两笔斜放。二级课程介绍三千碗，没有讲它的来源和变化。当时讲的三千碗适用于征书，就是斜放这一种，而平放的就当它是竖笔式移位。学了隶书、草书字后，可以知道这两种形式是关联的，都来源于古文字止字。下手两笔都一样，接下来的两笔仅仅是角度不同，而笔锋走法相同，所以这两种都可以看作是三千碗。竖写成撇，横写成捺，在书法中常见，也就是一个角度变化而已。我讲过，有些只有横竖的字容易写得呆板，如田字，草书把框架中的十字写成撇捺。又如背带式，原本是两撇一捺，这捺也可以写成横
今后我们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。13.2 竹，甲骨文中的竹字解释很多，大约有四种观点。一是足，包括大腿、小腿，直到脚底。杨树达《足史》说。二是从膝盖骨开始算，直到脚底。朱俊生《足史》说。三是从小腿肚，古代叫肥肠，开始，直到脚底。四是从踝骨开始，仅仅指脚板。这四种观点哪一个对呢？我们来看看甲骨文、经文、竹字。从这两个字来看，竹字下面是指，上面还带有一段腿。比较合理的是从膝盖骨开始。谁都看得出，甲骨文和经文这两种写法太复杂。类似绘画，好处是可以看到当事人的想法。甲骨文、经文其实多有比较简单的写法，有一种是纸上面写了个批字形，应该是膝盖骨和小腿。再简化，这个批字形变成了口字形。楚简有竹字的草写，上面就是篆书口。小篆取甲骨经文的简写，由此而来的勤简快写。下面纸有两种形式，都使用三笔，瑞士楚简。还要注意一点，甲骨文、经文这种写法，在当时可以是竹字，也可以是书字。书就是竹，到战国时才开始渐渐分开。分开后，书的意义开始增加，读音也多了，如痞、雅等等。小篆是秦代的正体，竹上面写为口字形，而书上面是一个圈，不封口。我感兴趣的是，楚简上竹和书草写这样分别，上面写口字形的，这是竹，上面取吉尔化氏的，这是书。那是当然还没有吉尔化氏这个名称。楚简写法早于秦代小篆，是金文大篆时代的产品，也就是说很早以前已经运用到吉尔化氏这种写法了。竹字草画上面的口字形用一横替代，结果跟之字非常相似，用的时候要小心。14课中讲过，单独写个竹，收尾往往向上，而之字经常向下，以此来加以区别。但同下一字如竹下连写时，也只好向下了。这些都已讲过，请各位查一下笔记。竹是一个部首，
当作偏旁时直接用之字形替代，如这个见，竹旁写成之字形，看起来好像三点水，从笔势说就是隔水式。右旁两个歌只需写一次，倒笔写歌法，写完后加一点表示重复就可以了。13.3 含有一个指的字，我们已经知道指是人的脚，现在来看看哪些字含有一个字。刚才说的竹就是一个例子，竹下面是指，之字是指字下面加一横，许胜解释这一横是地，具体点说是地上一个标志，好像运动场上的起跑线，从这里走出去就是之的本意。《说文解字》之出也，引申义有王、道、治等等。金文已经脱离了土话，其后写法向两个方向发展，一如小篆的写法，一直到汉末张谦碑都有小篆立定的写法，二是如散字盘上的写法，属于金文的草写，这一写法也传下去了。现在的正楷字就是从草写发展而来的。睡虎地秦简这写法，上面用顾盼式，下面横写成了捺，这也是以捺代替横的例子。但黄象草画之，上面改用了鸡头式，以方便手腕一左一右来回。所进四笔全分开，最后的横笔改用尖锋起，这样少了一个名接点，来回摇腕更畅顺了。到后来出现了大量滚动写法，只需一个滚笔式就写出来了。古诗释帖的之是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少了点轻重虚实变化，不如孙郭婷写得好。王羲之名字中就有之字，应该很熟悉字的写法。在韩切帖中第一行有羲之抱，最后一行也有。把前后两个字放大，可以看到两个字效果不同。最后这个字是滚笔式，这个没有疑义。第一行这个多了两个名接点，这是小圈起作用。有些人说这是鸡头式加一捺，或者一点加分笔式等等。分笔式时有点把握不定。我一单以中线大圈看，跟所进写的之一样。上面的鸡头式本来就属于滚笔式，是滚动的。下面捺笔一波三折，照永字八法也是滚动的。两个滚动加在一起，所以整个之字仍可以归入滚笔式。秦简中的之字
和甲骨文中的有字几乎一样。我们知道双周经文是正体，甲骨文是草体。经文有是一个手拿着一块肉，甲骨文把肉用一横替代了，这样的写法后来就不用了。章朝写有，上面的手取交正是右，下面的肉取非代是，这些都已经讲过。金朝把非代是移纳移到下面，上面的右后来越圈越小。只至上面加一横是正，其实经文上面不是一横，是肥笔或圆或方。肥笔在甲骨文中用四方形表示，好像口或围。到小篆，肥笔统一为横，就是现在的正。章草中间用两点，金草省为一点，两点等于一横，金草这一点就是小小的横。比较特殊的是此字，它是左右打通写的。甲骨文此，左边是子，右旁是人。请柬保留了这一基本结构。草画时左边的子为弯损丝加一小横，右旁的人瑞士笔，写出来好像笔字，显然不行。解决的方法是学请柬中另一种左右打通的连写法，这样就不至于引起误会。金草标准写法应该如王羲之十七帖中用一点，这一点拉长为一横也可以。四、常用字。皱纹小篆都是日下一个正，皱纹正多一横，这是古文写法。请柬把篆字立定，但最后一笔还是用弧线，直到汉隶才逐渐变成撇捺。四字草画在楚简上已经出现，但只是民间写法。章草上面日用非代式，下面三横中间一横就是楚简中间两点连写，也就是楚简中的子这部分可以写成乙。乙带有一个燕尾，瑞士竹字。这影响到金草，王羲之等都用三横，收尾都向上，如果向下可能是号等字。注意王羲之写日有两种写法，一是取非代式，二是取复尔到笔式。名家怎样变换笔式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。下一个走，在三级课程21课中讲过，经文是一个奔走的人，下面写个子表示用脚。说文解字把上面的人解释为从腰指，腰指者屈也，腰是弯曲的人，有人说是奔跑时足弯曲。在隶书中上面的人线条拉直，慢慢变成土字形，
这反映在早期草书中，如西汉《神鸟赋》中的走，上面取土字形奋笔是一位，下面是外略式。荆草可以重新组织笔势，土下一横可以归于下面，上面取十字式，下面三横取奋笔式。轴也是一个部首，作为偏旁还可以简化，如起字，左边的轴十字之下只需两横，也就是写成了乙字形。如果十和乙连写的话，整个左边可以看成奋笔是一位。错也讲过几次了，这个字本身很少用，但作为偏旁就是走之旁，那就是经常遇到的。六级课程第二课以道为例讲隶变，如果加上请柬写法，可以看出渐变的过程。章草写走之旁，用蔡尾式或外略式，荆草更简单，用鸟处式省略那个燕尾痕迹。这些在二级课程26课中已经讲过，玉堂进京把这些都归于以角易势。13.4 含有两个指的字，如脚趾的趾就有两个指，其实趾就是趾的本字，后来意义多了就增加了竹字旁，繁化出趾，多了一个新字，意义要分清楚，无奈就要繁化创造新字，书写要迅速，那就要简化，古人创造了草字。这就是文字发展的规律，正草两图方法不同。含有两个指的字，比较典型的有部，甲骨文两个指上下排列，当时写法还比较乱，有写两个左脚或一左一右，到小篆就固定为上左下右，都是三笔。请柬写法也是这样，不过下面右脚看起来好像少字。草书上面只用一点连通下面少的中竖，分笔式的话先写一开竖笔式，然后少字顾盼式，荆草也是这样。有些人写不，写完了还多加一点。我跟各位讲过，级别越高点越少，加点非常谨慎。草书中如见表示歌法重复才加点，随手加点不是好习惯，下笔时候要想清楚。今天就讲这些，谢谢。